轻松看行情，天天多愉快，酸甜苦辣咸样样吃得香。欢迎大家准时收看2024年6月20号财经麻辣粉万明哥在天津跟大家问好。这个刚刚余老板这个提到很多股市的中国投资市场的一些这个基本的本质面的一些东西哈。万明哥前一段时间看一个新闻就是那个五道口大家都知道嘛那个清华北大两个校门啊，这个对接的那几个路口叫做五道口。当然，每一年都有一些金融论坛中国的社会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曾经一度脑子最好的人都去读这些金融相关的这种专业因为大家觉得到金融市场里头套钱快嘛，这个很多数学天才呢，对不对哈？放弃理工，然后呢去学美国那一套也希望去搞量化交易等等的。那这个内部在开会的时候有人建议应该开放就是国内的资金到海外去投资可以获取比较高的这种利润因为大家可以看出来现在 A 股的市盈率明显的偏低万明哥看这个新闻就觉得很感慨就是你自己的国内市场都搞不好，你还想把国内的钱带到国外去投资，居心叵测。这种人其实讲不好听的话就是汉奸，就是汉奸。我们很遗憾就是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的这些精英特别好，心术不正，就是说心里头其实可以反映出特别好你自己特别好在这个市场中特别好的发展一个状态你就一天到晚停留在过去的思维方式的话，这市场怎么可能会好得起来？这个市场要好得起来的话，对不对？你一定要不断的与时俱进把投资目标看到更远的未来。我们投资人在市场上中接触到很多的这个讯息真真假假，是是非非这个我们就这边不能够这个完全的道尽但是呢这个心要摆正。这个事情最重要这刚开始跟大家讲了几句这个肺腑之言这个供大家做参考我们现在回到新闻的本质再看第一条新闻就是斯坦福大学昨天呢，对不对？又有这个跟人形机器人有关的消息就是这个斯坦福大学几个华裔的或者呢也可能是中国的留学生在那边去做研究开发人形机器人他们呢发展出一套程式这个程式呢，对不对？比较用的一个新的概念它叫做 Human Old Shadow Transformation 就是人形机器人如影随形的转换软件大家都知道你要做人形机器人你就是要有一个具象的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所展现出来呢就是各种机械或者电动的这种功能但是要驱动它的话靠那个软件所以呢要给它在中间呢植入一个大脑那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对于人形机器人的一些报道大家着重在人形机器人的那个所谓的 AI 芯片或者那些专属的芯片像那个英伟达会做得这么好你可以看得出来英伟达的战略它规划得很清楚第一个呢我就是人工智能芯片，第二个呢机器人芯片，第三个呢对不对就是那个自动驾驶芯片，就是智能驾驶芯片再来一个就是游戏芯片它根据这四个大的区块呢对不对来做这个技术方面的这种布局这是这个英伟达他们的这个这个战略这个战略执行的每一步都很到位的话都能够领先全世界的话它的股价自然就高嘛所以它为什么成为现在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是有一定的道理这题外话那你回过头来看这个人形机器人除了那个晶片有内嵌式的软件驱动这个机器人之外，最重要它是个外形。老实讲一件事情我认为人形机器人要像
马斯克讲的那样子啊，就是每个人降到这个一两万块美金呢，然后呢，这个特斯拉工厂有几千几万个人形机器人在工作，那平常心讲了，还是有靠一个国家，那还是要靠中国啊，因为什么？成本要够便宜。好，我们来看啊，斯坦福的这个 Fuhrman Plus 啊，这个团队呢，它其实啊就跟浙江杭州的啊这个宇树公司呢买了一个 H1 型的机器人。啊，植入它的软件，啊，那除此之外呢，还装上了两个摄像头，还有呢，跟北京的一家高科技公司呢，买了这个手部的关节，啊，把它组合在一起，然后再加上他自己开发的软件呢，来驱动这个机器人呢，啊，去做学习。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啊，这个视频看起来就非常的有趣啊，这个视频今天放得出来放不出来？好，那就这个视频现在可能有点问题，那没关系，反正呢，它就是可以透过人呐，啊，去教啊这个机器人啊，让机器人学着人啊去做这些各种的动作，然后摄像头呢摄像来啊就是拍下了啊这个人所做的各种动作呢，然后进行了数字化的转换，转换完了以后呢，然后重新透过科学名词叫做 retargeting。啊，就是重新定向定位啊，然后输入到机器人里面，然后机器人呢就可以按照人所做出来的啊各种动作呢啊有样学样，如影随形啊，这个就形成了 humanoid 的啊 shadowing 啊这个 shadowing 这个transformation 啊，这是它的一种做法啊。那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强调的就是可以用最快的速度之下呢，对不对哈？让这个人形机器人呢，能够发挥它作为啊，或者人形机器人取代人类啊，或者协助人类啊，进行任何的这种工作跟动作的这种功能啊，那这个就很厉害啦。那个你可以看到，不管是美国其他的机器人公司啊。这个波士顿也好啊，或者其他几个知名的什么 XAI 什么这个机器人公司也好啊，他们很大的问题啊，就是啊，除了开发软件之外，做不出有效的配套硬体。打个比方说，前段时间啊，这个波士顿机器人公司把他那个 Atlas 那个老的给这个退休了啊，换一个新的，为什么呢？因为老的是用机械式的原理啊去驱动的，新的呢是用电动化的啊 ，IT 的科技来驱动的啊，上面呢都是电动化的传感器啊、电传系统啊，哦，还有那种电动马达，对不对哈？来驱动这个机器人做，为什么呢？因为波士顿机器人在那边搞了几十年的这个机械机器人呢，都回过头来发觉啊，中国人已经开始啊把机器人电动化了、IT 化了啊，所以他赶快放弃他这个旧的技术。回过头来学中国人啊，中国的机器人公司啊，这种相关的技术，那其中做的最好的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杭州的这种宇树公司啊。我们可以看这个新闻啊，是2023年底啊，宇树机器人公司啊推出了它最新的 H1 人形机器人啊，这个 H1 人形机器人呢，就成为啊有那个可能性。啊，加上这个 Human Plus 的相关技术开发，就成为一个共通平台。什么叫共通平台呢？就是一个实体的硬件平台。这个硬件平台，任何机器人公司呢，都可以把它开发的这个独到的软件呢，输入到这个硬件平台里头呢，然后呢这个执行人形机器人能做或者可做应该做的工作啊，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分工。所以万明哥跟大家讲啊，再过几年呢，人形机器人呢，这个行业的发展呢，最后的结果呢，很可能就像，现在这个智能驾驶的新能源汽车一样，像这个特斯拉呢，这个集中放在自动驾驶智能驾驶的这个软件开发，但是呢，这个汽车的躯体包括里面的电池。电机电控系统呢，全部都跑到中国来做，只有中国具备这个产业链，这个大家
明白这个道理吧啊。所以万明哥经常在看啊，这个美国有很多这个军事上的这些新闻啊，说美国人要大量的发展啊这种无人的这种装备啊，不管是无人艇、无人机、无人战车。这个无人啊，它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这些啊战具啊，不管是或者这个平台，不管是陆地的、水面的、水下的、空中的啊，它其实目的之一就是减少人员的伤亡啊，但是它必须符合一个条件，就是呢够便宜，可以经得起大量的消耗啊。就像美国很早就发展出那个所谓弹簧刀那个无人机，但是呢现在那个机呢在乌克兰战场上从来看不见，因为它一架要$150,000啊，就是完全满足不了大量消耗使用的这个前提啊。但是中国强大的制造力可以做了这一点啊，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吧啊。这个所以你要真正讲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概念股啊，我觉得啦，这个最好的投资地方呢还是在中国啊。这个跟大家先开始呢提一提这个万明哥自己的一点看法啊。这个中国特色的这个小丸子霸吉祥啊，这个工厂三字清经啊，这个水稻流水不能吸，这个杨子啊，大家好啊。那么第二条跟大家分享的新闻呢、啊、这个新闻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两天呢波音公司的那个 CEO 啊卡尔霍恩啊，在美国参议院啊这个参加这个听证会啊，接受这个质询啊。这个大家一定会很奇怪啊，就是美国国会是一个政府的部门，那这怎么可以啊叫一家民间的公司呢，对不对哈，到民间公司的负责人啊到国会里头啊接受啊国会议员的质询啊。因为理论上啊这个民间的企业公司的这个主管啊，他要负责的对象啊是公司的股东啊，不是政府部门啊。但是波音公司比较特别啊，波音公司呢对不对哈，它涉及到啊接受政府的补助啊，这个国会啊就是这个美国的行政部门每年编预算通过国会以后呢拨款给波音啊，就是你拿了政府的钱当然就要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监管啊，这个原因就在这边。那你说那个 TikTok 没有拿美国政府的补助啊，他为什么也要接受啊这个国会的这种听证啊或者这种备询呢啊？那是因为 TikTok 啊这个动用到美国的频道资源啊，这个频道资源是属于国家所有的啊，他有这个频道资源他才可能啊这个提供他的服务嘛，所以他也要接受国会的这种国会议员啊的这种质询。那、啊、这两天呢波音的卡尔霍恩啊对不对哈，就在美国这个国会啊接受国会议员的拷问啊，很大几个问题，就是波音为什么这么惨啊，现在这个有点江河日下的这种感觉啊，品质慢慢不受到大家的这种尊重啊，这是一点。就是你在公司的安全方面对不对哈，有没有尽到责任啊，你为了创造利润呢对不对，不断的节约成本，但是卡尔霍恩一年的年薪呢高达啊这个$3,200,000啊，但是你说那个跟特斯拉的$5,600,000差很远啊，但是人家那个$5,600,000不是现金的，那是股票啊啊，你那个公司能达到那个获利的水平，股价上去涨上去以后你才可能啊这个获得那个报酬。那卡尔霍恩不一样啊，那他自己觉得他很自豪啊，能领有这份薪水在波音工作。所以美国的国会议员呢碰到这种 CEO 啊也很无语啊。那媒体上爆发了一个新闻，这些新闻呢很特别啊，就是美国的西南航空啊前一阵时间呢、啊、在飞机上做了一个啊 ，duck roll， 就是荷兰滚啊，为什么叫荷兰滚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呢，这个荷兰滚基本上是在飞机进行特技飞行的时候啊，它才可能做得出这种动作啊。一般飞行员不敢做这种动作的，为什么？第一个，
民航机啊强调安全啊，那飞机不能乱搞的啊。第二个呢，这个737的飞机毕竟是个大型商用飞机啊，你做这么激烈的动作啊，机身结构啊会经不起这种考验啊。的确，经过这一番荷兰滚的折腾以后啊，这架737 MAX 据说几乎报废了啊。它是什么样的动作呢？大家可以看啊 ，PPT 左边下面呢啊，它有两个图啊，右边的这个飞行姿态图呢，对不对哈？所显示的，它大概是左右摇晃，左右摇晃。你看外面哥的手势啊，它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啊，就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你这样假设你自己是乘客，你经得起这种折腾吗？啊，没几下子，对不对哈？你大概就在那边头昏眼花、呕吐了啊。那另外呢，飞行的曲线呢成一个曲线，所以它大概就是这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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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飞。啊，这个四月份发生，五月份美国西南航空呢，对不对啊？才把这个事情跟美国的民航局呢去备案了啊。但为什么搞了一个月你才去备案呢？然后现在美国 FAA 在进行调查，为什么飞机飞到天空以后无缘无故啊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啊，就有点啊，像那个拜登年纪老了以后得了老人痴呆症，动不动呢，对不对哈？就是脱线。啊，这个飞机，啊，这个，737 MAX 啊，对不对哈？好像也得了老人痴呆症一样，在天空在那边漫游啊。这个事情呢、啊，在美国影响非常非常大啊。那这个也造成呢，美国 FAA 暂时对于737啊采取了停止交机的这种处分啊。你必须先搞出原因来啊。对于飞机莫名其妙在空中做这个动作呢，提出一个解释啊，不管是软件的问题、硬件的问题，还是气候的问题啊，那现在找不出答案来。那找不出答案来的结果呢，对不对？当然就造成现在全球航空市场缺机的这种状况。所以美国人呢也很紧张，就盯着中国商飞的动作啊。前两天路透社就报道了，中国商飞呢大概要投资300亿美金呢到400亿300亿到400亿人民币呢在上海扩厂啊，整个占地呢大概30公顷啊，可以呢把现在所设计的生产量呢由每年50架增加到150架啊。因为中国商飞的 C919 呢，对不对哈，已经接单超过1200架，以按照目前的这种产能来讲的话，那显然呐、没办法满足他订单上的需求啊。当然呢，吴爱明哥现在所掌握的资料呢，对不对哈？这个99%以上的订单呢，对不对哈？还是属于国内的航司啊来订购的。那国外真正这个订购这个C919的，目前看起来好像只有印尼那家这个华侨投资的一家航司啊。那必须先在国内飞行够成熟以后，取得国际的验证以后呢，这个才有可能呢接获大量的国际订单啊。但比较好的现在 C929 已经开始可以获得飞中亚国家的航线啊，表示呢它这个可以飞出国门了啊。虽然那个不是国际上的这个主力市场啊，但是呢，这个小小的一步呢，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啊。所以呢，万明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中国最大的好处就是市场大，市场的资源呢、可以调动一切的力量啊，去拉动一个产业的发展，这是别的国家做不到的。所以万明哥跟大家讲啊，中国不管是做任何行业，一做起来吧，一定是大的行业。我们绝对不可能是在这个行业中的一个次系统中呢去那边琢磨我们发展汽车一定是整车动力系统、传动系统材料的这个零组件的这些工艺甚至于智能系统通通都有份，通通都要做因为你市场够大嘛你像日本啊、韩国啊，对不对哈？这个小的经济体它就做不来这个市场。这个包括像德国它在这个智能方面的这种技术呢，掌握的就没有国内的这些造车新世纪的新势力呢来的厉害这个是大家必须要
有基本的认识啊，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你不要去看那个英伟达为什么每年创新高啊，你不如把目光看看啊，在国内啊那些半导体公司，只要市盈率有市场存在的话，你就不要去想说带着国内的资金跑到国外去投资，这没有必要，你知道吗？真的就是看不清楚，所以心态就决定一切啊，所以心态一定要摆正，这一点呢，非常的这个重要啊。再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条新闻啊，美国造车新势力 Fisker 啊，这个昨天呢已经宣布啊 ，bankrupt 破产了，开始清算了啊。看了一下它的这个股价，最高的时候是2021年吧，每股呢是280块啊，比现在比好像比那个特斯拉还高一点啊。那现在你知道多少钱吗？现在是$0.02啊，280块美元一股，跌到现在$0.02啊，这个是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Fisker 的老板啊，这个老板就叫 Fisker 啊，他自己呢，带着他的新车呢，对不对哈，进行这个发表啊。那但是事实上呢，啊，虽然那个时候他的股价很高，但有人一直看不好他，啊，看不好他原因呢，就是特斯拉马斯克。啊，马斯克早在2021年初的时候啊，就讲啊，全美国将来的啊这种新能源车企啊，只有两家公司啊，一个就是特斯拉了，一个就是福特，啊，因为2021年的时候，特斯拉已经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啊转亏为盈，那为什么呢？因为上海厂已经开始投产了嘛，开始进行交付了嘛，那这个特斯拉的财务状况啊，马上获得了这种改善跟解决啊，所以呢，这个特斯拉能起来啊，这个美国的资本市场很重要啊，但是在中国方面呢，提供啊，它在产品的市场化啊，这个实现工程方面的这种挑战呢，啊，扮有绝对至关重要的角色啊，没有上海厂的这种建立的话，不可能有今天的特斯拉啊。即便马斯克这个人呢充满了创意，对不对哈？但是呢，美国的工业体系完全没有能力帮助特斯拉实现可持续性的经营，这点大家要注意的啊，这点大家要注意。所以万明哥跟大家讲啊，像马斯克自己也讲啊，他要做这个他也要做他的这种机器人啊，这个什么擎天神机器人。那个擎天神机器，我估计将来啊，一定也是在中国投产的啊。美国人搞不定那些东西的啊，不管再加上美国政府啊对中国的卡脖子，从中国进口的各种零组件呢，对不对啊，都要加征关税。那你想想看啊，那他怎么可能在美国啊进行大规模的啊这个市场投放呢？因为成本要低，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马斯克2021年的时候呢，为什么讲美国的汽车其他造车新势力啊都会倒掉呢？那原因很简单嘛，因为他经过啊这个特斯拉由长期的亏损啊进入到获利这个阶段，他知道啊任何产品推出来以后呢，要完成产能爬坡啊，就是刚开始的投入呢一定是试量产。最后呢，大规模生产，大规模生产还要规模，这个规模还要大到一定程度啊。比如说特斯拉车型呢，必须呢，这个每个礼拜呢最好能生产5000辆以上啊，这样子呢，它就可以用这个市场能够接受的价格呢，特别好，然后呢，这个提供啊，这个消费者的这种需要。啊，那这个情况呢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认为东西做出来以后，对不对哈？没有人把这个产能爬坡当作啊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啊，因为美国去工业化嘛啊，所以大家久而久之呢，对不对哈？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了不起？不行做的话，我就外包嘛。像苹果，你叫苹果公司自己做 iPhone， 他一定一个人也做不出来啊。做什么 AR 啊，他就交给立讯啊。做这个 iPhone 呢，交给富士康，交给立讯，交给台湾地区的一些代工厂商啊。现在移转到印度，那为什么不在美国做？啊，美国做的话，一定品质又不好又贵，啊，这个工程方面的啊落地呢，这件事情呢，对不对？马斯克是啊这个亲身体会
啊，有经过这一段时间，他知道这个东西的重要性。但是呢，其他公司啊，并没有了解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即便了解了，也没有能力去解决啊。这个就是现在呢，全球啊，这个经济体系呢最大的差别啊。博派你好啊，这个艾赫。还好啊，大家谢谢你的这个支持啊。这个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条新闻啊。这个陆家嘴金融论坛呢，这两天啊，就19号、20号嘛，这两天非常重要啊。这个大家不要以为开个论坛啊，因为现在中国啊，对于这个 A 股市场的这种改革啊，其实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啊。我看很多国外媒体啊，也在谈这个事情。我们看日本啊，我讲了一个日本啊，日本经济新闻，他就提到一件事情啊 ，Riskily China Stoker 啊 ，Slider as Marketer 啊，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啊充满风险的这个中国股市里头呢啊，现在正在推动啊一个改革，这个改革是什么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啊，就是。适合的人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中 survival， 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中生存。什么叫适合的人？就是你必须符合所有监管的这种需求，才能够在市场中活下去。不然你就上市就变成骗人了。就像这个刚刚余老板讲的啊，这个股市呢本来是提供一个融资的管道，是提供呢投资人呢参与。产业发展、经济发展的一个投资的机会，结果呢，这个被少数不孝人呢，对不对哈？这个掌握以后呢，或者呢，给了他们可乘之机以后，就变成骗钱的把戏啊。那中国现在才做的呢，就是一方面呢，要健全这个市场，达到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啊，适者生存；另外一方面呢，对不对？还要顶住这个风险啊，要达到一个 balance， 要达到一个平衡啊。为什么？因为你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会造成一些动荡。那动荡的话，弄不好就会吓跑投资人了。所以你一方面呢，要让投资人呢能够对这个市场有信心，相信国家的改革。那另外一方面也要逐步的落实。所以昨天这个19号，吴清在。这个会议上第一场演讲就讲就提出了科创板八条嘛，就是这个道理嘛。这个八条，万明哥昨天也稍微跟大家稍微讲了一下嘛，就是要硬科技还有这个承销商的制度要健全这个15年的注册制给了很多宵小之徒可乘之机这个事情呢以后不能够再存在了那支持呢这些创新公司的这个。合并还有这些完善化包括呢还有对于这个量化交易的这种制度也要进行改革跟强化这种监管这个日本经济新闻呢还做了一个图，这个图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从这个2023年下半年到现在过去一年来这个 A 股的一些变化，红色呢就是 ST 的股票指数，蓝色呢是整体的这个上市公司的指数，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按照日本经济新闻他们的这种调查来看的话 ，A 股现在指数方面略显疲软的原因呢，主要就是反映在 ST 这些随时有可能下市这个经营不善的这些公司呢，对不对哈？慢慢要被要求退出市场了，你不要在那边混了以后呢？一旦被列入 ST 你不能在多少时间之内去取得改善的话，你就滚蛋因为你没有获利的可能你也不可能达到这个分红的这种目标，那怎么办呢？那就当请你滚蛋嘛这个就是要做到避绝风清那另外一点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昨天开完会开始开会以后呢，国务院晚上呢马上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有关呢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目的呢很简单，就是呢要这个引导还有呢这个推动带动呢发展一批专特新的小型企业，
它的这种竞争力啊。这个新闻啊，投资人要好好的去咀嚼啊。这个我觉得哈，我们当然很多股民啊，在市场中投资了很多年啊，有一定的惯性，但你要改变那个惯性啊，你就要与时俱进啊，真的有一些过去对于市场、对于投资机会的评估跟看法，必须做转变。我讲个不好听的话，房地产啊，你对现在房地产不是说不能投资啊，你对房地产的布局呢，对不对哈？就要对整个中国房地产啊这个形态的改变呢，进行深度的了解啊。这个现在的中国房地产啊，是刚需拉动，不是投资拉动啊，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投资拉动了啊。因为以前房地产的获利主要来自投资的需求嘛，啊，这个有钱的人就买一套房、两套房、三套房，他觉得呢，这个房子呢摆在手上、捏在手上越久呢，对不对？将来的保值啊、增值的机会越大嘛，不可能的啦，这种投资需求不存在了啊。你先要把这个基本啊的看法先确定下来，你才有可能啊去重新啊定义房地产市场，对不对？白酒不也是一样吗？啊，不是消费降级哦，是消费转型哦。现在大家宁可少喝一点白酒，白酒喝多了有什么好处啊？除了伤身体以外，对不对？那我把这个钱拿下来，可以去做旅游啊，啊，可以去做其他啊比较不一样的体验啊，甚至于万明哥讲的吃榴莲啊，都比喝白酒好。这是开玩笑的话了啊！但是你那种啊那种盲目的啊去迷恋一个商品的时代，一个消费品的时代，已经不太可能了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你做任何投资啊，不是光看指数啊、股价的这种变化啊，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产业的基本形态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平台？很多老师最近都跟大家讲半导体，对不对？你去看看那个中国出口啊、进出口的那个统计啊、这个变化最大的产业，最让人家意外的产业就是半导体啊。美国要去中国，要去风险啊，我跟中国脱钩，把这些这个 IT 产业的下游组装厂的都拉到国外去，那没有用啊。那你这些厂去啊，去也没关系啊。但是中国可以供应相关的零组件，那半导体就是跟着出国了嘛。那大家懂这个道理吧？啊，所以这个大家要明白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条新闻啊，这个是跟韩国有关系啊。韩国呢的总统昨天啊发布了一个人口国家紧急命令啊，为什么呢？啊，这个韩国现在啊，把人口方面啊的这种出生率的衰退呢、下滑呢，还有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呢，视为国家紧急状态啊。这个英文的名词叫 emergency 啊 ，nation emergency 啊，就国家紧急状态啊。这个就把它当作是一种战争哦。啊，为什么？你可以看得出来啊。根据韩国政府的这个统计啊，这个韩国人口绝对值呢，已从2020年达到一个高峰。2020年呢是人口呢是5163万啊，最高的啊，到2023年是2120几万啊，每年呢都以20-30万的速度啊在下降。那根据韩国政府的统计啊，这个到到2100年啊，韩国的人口呢可能不到2000万。你看啊、哦、前段时间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大概一个多月前啊，韩国有一家成衣厂叫做 Budi 的啊，这个老板呢、啊、这个非常的忧心啊，就提出了一个措施，鼓励员工生小孩子，员工只要生小孩的话就给予75000块美金的补助啊！人家记者问他说：“你怎么样？”他说：“现在韩国面临亡国的危机啊，小朋友通通不是年轻人都不生小孩子啊，因为按照韩国政府啊最新的这个统计，对不对哈？韩国现在每个妇女啊，到2023年的时候，平均
啊，只剩0.72人，0.72人啊，这个问题在中国也很严重啊，啊，我觉得我们呢，是不是也应该考虑按照韩国的方式，把它当作这个国家紧急状态去处理啊？你不能当这个出生率跌到无以复加的情况之下的时候，你再想去亡羊补牢啊？何况我们现在人口的确已经开始出现了绝对额下降的情况啊。这个万明哥就看了一下子啊，我们把那个调了一个图给大家看了，把那个南北韩的人口去做比较啊。你别看啊，这个北朝鲜啊这个好像啊经济比较落后，老百姓生活的物资啊不是那么宽裕，但是呢，他的人口每一年还以十几万的速度啊在增加啊。这个2022年啊，这个韩北朝鲜啊，我们所掌握最新的人口呢是2566万啊。那2020年的时候呢，啊，当时啊，这个南韩人口是2184万啊，现在已经变成2120几万了啊。那当时呢，2020年的时候，啊，北朝鲜人口呢是2537万，啊，经过两年以后呢是2566万，还增加了快30万人。啊，我就在想啊，如果这样子再经过20年的、30年的发展下去的话，40年的发展下去的话，哎，韩国真的很可能实现了南北韩的统一耶？为什么？北韩人口就超过南韩了，一口就可以把南韩吃下来了。所以人家那个韩国的企业老板会紧张，不是没有道理的啊。那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啊，这个严重哦。我觉得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啊，这个挑战跟危机哦。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啊，就是美国国会预算局啊最新公布啊，这个2023年啊，这个2024年度啊，这个就是到今年的3月份啊，这个美国的赤字啊。一年的赤字来到了1.91万亿啊，比预估啊多了4000亿美金。哎，这个很大的问题是啊，这个规模呢已经达到了 GDP 的6.1%啊。那美国政府现在付的利息啊，是来到了占 GDP 的3.9%，这个财政呢、啊、无疑这个受不了了，为什么？第一个，财政赤字不断的扩大；第二个呢，利息太高了。啊，我们再看看美国最新的商务部公布的这个5月份零售额只增加了0.1%，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的话，其实是衰退的。这是告诉大家一个强烈的信息：美国今年啊，降息的速度啊，会比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可能更快一点啊。这个德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安联集团的这个首席经济学家穆罕默德艾里安啊，这个一个阿拉伯人啊，一个回教徒啊，应该是土耳其裔的啊，他就讲啊，这个美国现在对不对啊，必须呢越早降息越好啊，你不能等到这个说什么通货膨胀率降到2%以下了你才开始要降息，那你到那时候刺激经济就已经来不及了，因为现在欧洲央行啊已经开始降息了，从4%呢降到3.75%啊，加拿大央行也降了啊，只剩下英国跟这个美国的央行呢还没有降啊。那这个情况之下呢啊，也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市场预期美联储降息的几率大升了，所以这两天呢，美国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啊，开始有一点向下修正啊，最高的时候今年4月底的时候来到了5%，那时候吃不消，现在呢稍微降到4.7%啊，那估计呢还有可能啊，在降息预期升高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也许这个美国财政部的这个发行的公债殖利率呢，还有可能呢去做一些调整啊。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拜拜。